欢迎回到我们 CGB 调查队，在这个这什么西啊？反正就是在一个字幕之后后，对，字幕之后，这是新店啊，新店区的一条山溪，这里是什么小坑二路。它这个落成弄下去啊？这个断层啊？用跳的啊？哇，下一个？对啊，用跳的啊。哎呦！第一脚就踩空，小心哦！等一下哦。来跳。你还有追星呢，耶！开回来，哎，小马口，哎，大马口，这是大马口，哎，大哦。而且你看嘴巴有追星。唯一的机会哦，走，走，哎，我山西达人啊，山西布阵师，感觉腰有点痛啊。金色。就这么小。哦，有了！哦，哎，这个是流血吗？没有，八千。好漂亮，好顺，好顺！哇，终于钓到了！哇，脸上还有追星呢！对啊，超超肥马口哎！这里
好了，那就放你回去喽。我觉得那点就会咬。对啊，我刚才有看到咬。对啊。有一点打过，算了。中了。咬他够。耶。一发入魂。耶。好了，放他走。中了，落水咬啊！打到标点就中。后来就我们现在一直往上游走，但是有点找不到渡船了，找不到回程的路了。我们现在看有一个可以爬上去的地方试试看。其实这山西山西的钓法其实大概就一个坑，就大概一两条，差不多。很细啊，就是很细。对，很细腻。真的打到一个没有一个点，第一次、第二次没中，就会下。那个点就没用，那个穴就没用了。我这个地方真的难易度算难吗？因为我觉得这蛮考验抛投能力的，上下左右都可能会有障碍，连后面都会有障碍。蛮多地方都蛮滑的，对啊，一定翻花
鞋是必备啊，菜瓜布加钉鞋，必备的。杆子能短就短，因为你不用丢远，不用丢远，只要打进标点，而且太长你很反而很难会被阻碍到，对，太多障碍了。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，完全体会到那种日本去山西的感觉。不过缺点就是这边的有人来过，但是垃圾是希望大家能随手带走啊。那我刚刚线头啊，我剪掉，就是放在我的那个抓鱼布的口袋里面，真的是完成，也是一个完成一个浪漫的成就了啊。买了山西，刚还没有再去山西掉，这几年的山西不真实。你的500两在哪？没有啊，不是我拿的啊。这个真的，你应该是一直中鱼，我很脆心啊，被钓不到。就是线，我觉得线，线用关系。我一开始是用前导，是用1.5号，就一直怎么样都是有咬，但是就咬得很刁嘴。然后后来跟教练换1号的前导线，好买号，买它，马上3条就来了。5.4的暴力源 OK 啦，也不会。出到哪里去了？因为主要鱼会先看到，是先看前导，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用线，所以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上去钓鱼用。其实阿米卡还有提供一些线啊，我想分享给大家一起用啊，在下方留言啊，随便留言什么都好，在 YouTube 下方的留言啊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哦，订阅我们之后来留言，就可以来抽阿米卡的暴力源，颜色跟号数我随机出货，抽两位我们 CGB 的队友，是所谓的队友，抽出来。要穿衣服才能上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很多人没有预购到我们的队服哎。再刷一波。好，就是这样，今天的钓鱼队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哟。都看到这边了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键，订阅不用钱的啦。